那关于术后的照护跟神经恢复，我想可以分感觉跟运动神经两个方面来做说明啦。感觉神经的部分，实际上老实说能做的事情也不多，大概就是等等时间到它会恢复。那我们说维他命 B 算是神经修复的一个养分嘛，所以临床上如果遇到恢复比较慢的，会建议说你可以吃一点 B 群，应该对感觉神经的这个恢复有帮助。那运动神经方面是刚看完刀，有些人表情会有点比较僵硬或是不自然的状况，不过通常这个是在前一个月内比较明显的。那我们临床上会建议患者，就是说术后呢，大概3周以后就可以开始努力的练习做一些表情或是张口的训练。那这些是属于运动神经的复健的部分的，就是你可以张口笑，甚至我会鼓励说你多跟朋友聊天，然后手术后一个月通常可以正常饮食，正常的去吃东西咬东西，这些对于运动神经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。